现在去跟其他同伴说，也会告诉其他猫猫。他把人家的头都打破了，还虐了猫。我怎么可能让他回来继续当主任？我的那些钱是杨主任帮你拿进来，他要是一个脑筋不对，是会罚的。你真的查不出来你的问题在哪里？你长得跟布丁太像了吧？布丁，你没事了。他说的布丁长这个样子。每周日晚间8点到10点，黑喵之情。